Yo， 欢迎大家回到 CYT 频道。今日的主角是星球大战的 Snow Trooper。今次呢，我真的很期待去分享这一次开箱给大家看，因为市面上真的很难找到。乍眼睇好多配件啦，其实 Snow Trooper 喺我心里边占一个都几特别嘅位置。因为我记得小个看 Empire Strikes Back 的时候，当他们出场的时候，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他们的设计和 Stormtrooper 是很大的分别，而且他们的装备是专用在雪地上面，看下去好像战场上面的幽灵。配件有 E11 的 Blaster Rifle， 这一支是 DLT20A Blaster Rifle， 如果没记错是双盒装才会有送。当然不少得重炮 Daddy 火箭炮啦。他们多功能的背包上色都是非常之仔细，接下来还有他们的火箭背包，这个背包的做工简直是 Hot Toys 的顶尖作品。它除了背包上面的上色之外，两个发射器的颜色都模仿到烧过的痕迹。临尾呢，我都想讲一讲呢，电影里面它拎着这一支火神炮，其实 Sideshow 是有出到配件，那你就可以还原回电影那一幕，不过市价应该都不便宜。好，大家慢慢欣赏下 pose 的环节。希望大家喜欢我这段片啦，如果有什么需要改进，记住留言告诉我听啦。今天讲了这么多先，完。